哪里啊？开吗？我们是叫你啥事？哎，你好。呀，是赖豆了。哦。那这你屋里好呀？就是啊，这地方就想放点了。哦，那放点下。我拆头把这个毛搞了就。你先不要闹了。我沾手怎么事？别把手洗了。谢谢啊，还有没有啊？就这啊。三大箱。哎呀。谢谢啊，这里啊。这里这里。哇呀，吃了一些了。那里的包装的别上了，一说吧，一说就三大箱的一个了，他回来的时候还不来到那个行李箱，那是四大箱的。我闺女，这是我闺女花了200块钱的快递回来的，她大学一些拿不上的东西，也不知道里头有一些啥宝贝。我老公现在也吃中午饭，我们不给他拆的了，等晚上我闺女回来。让人家自己拆，我们不动他的东西。哦，我也不知道他对不对了，熟了对吧？那他自己拆。你告他也回来三小时就行。哦，我告他，我给他发个外商嘛，十条就行不行？啊、哦，算。你说在学校那个他吃了一些东西，我哪能服了他？我靠，宿舍里头。你还说了，关键是人拿回来砸家里头，我哪服呀？你赶紧给找地方吧。都说让你买个大房子，就不愿意。你看又来了。不是的，那个外头，你看我们这家已经塞都塞满了。我现在是在整理我闺女的两闺女们的卧室的衣柜，你们也看见了，东西已经是塞满了。现在是大闺女又带回这么多东西来，你们说这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地方来了。我先吃饭啊，吃完饭等晚上回来，等闺女晚上回来看看她有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来了，我再想办法看看往哪放呀。咱们旧小区的地下室是太吵，不能放东西。不能往地下室。哦。放到外边柜子里头啊。就放到外边，他以前住到的那个家那个柜子。啊，有个衣柜嘛。啊。啊，整理整理，把那些冬天东西，还有咱们以前的结婚的杯啊，也不用的东西，常常整理整理，放稳了，给看好了嘛，柜子。实在没办法，就生长在这里，万一要不实在，空不出地方来。没地方哪有地方了？哎呀，没地方放，在哪有地方放？另外吧，就是他回来先整理，整理完。开出车把他三脚都压到去了，我是心他受伤了，上前给你找个老家把他打发到家了，就把他的东西都带走走了。啊，那这趟过去说完事，你哪有时间找对象呢？再就你有时间，还是算了。再就有时间找了，关键是啊，那刚刚说那不去找家，家里是家这里不就是松一点，再宽松一下一点。如果那年子期间有没有念哪了，是吧？小小家不敢耍。闺女回来了，让她亲自打包打开，看看里头给挠了些啥，装了些啥了。把箱子都要拆烂了哈。好。把不用的东西都拿到那个咱们那个小区。哦。你爸爸说完了不得整理整理，再空出一个柜子来，要不你这些东西往哪放呀？所以我说把不要的衣不穿的衣服扔了，你还不让扔？还要扔了吧衣服都？哦，扔吧。捐献了也比扔了强。哦，可以捐吗？哦，捐了就行。那放了又不穿？哦，捐了就行嘛，洗干净捐了。哎，打开的，看看你拿回去上好宝贝来了。这的花，这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看，这都是面膜，
这是伤人的，都是生物，而且它这都是鞋，这不就拆了往下切。哎呀，你把我的袋子都划破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哎，上次还写的高难难多些，你看把好好的袋子给划破了。哎，拿胶带一粘就行了。那要多少钱拿出胶带粘着？用不了了，这你用不了的，就是压缩袋儿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爸爸的常识不做白事有余，把压缩袋叫你捅烂了。哎，上来说那花蕊满球开大就行，你看现在不是搞那一下就划开了。啊、哦，这不是一下就划开了？我划这些没事，就偏偏就把我压缩袋划烂了。啊，你说的我，就这一个压缩袋，下面还有一个了，划烂就不能用了。哎，伤势。老哟，哎呀，去，那你在这就床垫儿。啊、哦，这是床垫儿。把这个留下，留下给你妹妹用。那洗够你压缩不了了，压缩的很好。绝对能行，来吧。你粘住了哪用？你也有冒着的时候了，还瘦了还。弄个衣服了。哦，这床单会。哎，我好好的在待着。这不就好了？没，你到时候压缩压缩不了了。为啥压缩不了？它真空的那种。啊，一样嘛，这封闭了不就扔好了？那这两个袋子里都是啥了？衣服啊，就是被子、床垫儿、毯子。啊，都拿回来的。哦，这个压缩的就小了哈，姐姐。不，你这就家里头要不要了？用不用了？不用呀。不用就拿着那面嘛。不是，你叫他先挨着先张里张里，把不用的来到先放到在纸箱子里头，咱们来老来老我也把这些柜子里头打开，我把不用的都放晚上张里出来。毛绒玩具孩子那些了。哦，不舍得扔。哎呀，这也都拿回来。什么着吧？吃那些了，这是吃那些毛绒玩具了，这你。不舍得扔嘛。这一箱子全是啊！不是不是，下面不是。哎呀，这200块钱的运费，那毛绒玩具能买多少了？哎，这些了吗？还有，都是干净的吧？你整理吧，你整理吧，你把不要的完了，放在这空箱子里就行啊。不是干净的。你整理完，我们再帮你整理就行。你整理完放不下，先放在一边。完了，妈妈把这柜子给空出一个来。哦，